在昨天11号下午4点左右，接获民众报案，在本辖某大楼内发生死亡案件。那警方获报后，到场立即封锁现场，并且勘查采证，并且立刻将涉案男子来带回去侦办。那这个案子本分局也立刻报警桃园地检署来指挥侦办。那全案在警询后依杀人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那详细发生的原因本分局仍持续依照检察官指挥来调查厘清中。